这张图应该是迷你蛋仔到底压迫感最足的了吧？开局千万别废话，直接跑，因为后面的东西又丑还吓人，停下就会被关进小黑屋。我已经挑战了几百遍了，真的太难了。来了来了，丑东西来了！哎呀，别卡我呀！你看那泄喷大口，我可不想进去。这里我们要弹球扔到对面的按钮，如果技术不够，可以和我一样带个箱子。别追了别追了，哥哥放过我吧。